好啦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我们这一局就来打一场牧师的。他没偷到，我倒数太快。我们这一局来打一场 M 牧师的 M 八，什么 M 八什么？M 八自由感。治疗暴击没有变，就是没有变大。妈的！还好，及时赶上。真没办法，太远了。发现直接跑完还变坏，对，走。
长东西的猪。当心！当心！放心，我要脱了你们的皮。哈哈，这滋味一定让你难忘。放心。直接刷到干掉的。哦，你他妈的三层，你知道你现在三层吗？你觉得你吸得回来吗？我是不知道啦，好不好？我是觉得你吸好像吸不太回来啊。
那我怎么一直他妈的在卡住？我记得我刚刚有吃食物啊，我不应该吃这个的。就我把自己的家族食物吃掉，哎呀！分水海口的制服给你们穿上去，就像个十足的罪犯了。很高兴跟你交易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要先溜了，以免被发现我逃出来了。枪王真的很痛，以前的枪王 N 十大概就是一枪一死。
OK。对，这一只枪王，枪手，枪王只要死了，一切就轻松的。对，因为酒桶没难度啊，酒桶的招太好了。还蛮痛的啦，老实说。对，可是他的招很好闪，所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快速治疗跟你刷超大，只要尾王不出失误，我们应该是可以打加一啊，至少也会有加一，不失误的话。小女孩，快逃！这是门口那种，门口。拿他们的内脏来看家谱。
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应该是摔下去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我还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哦，差一点，快哦，快刷起来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你狗的，别想动！我的宝藏！哦吼！冲啊！顺利的话加二。我用的口气变通啊，知道有多就要变通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全是抹油的猪，我开始觉得这一点都不像职业赛。随便啦，抓到猪就算你们赢。那一波其实倾向面，然后直接上 PT 进去打那个什么大胖，打中间这一只，对，我们就不用多清这么多怪了，不过没差了，过了就好。
时候过了就好了。当然打得太靠，打得太苛刻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觉得很苛刻。对，因为我不知道讲什么。这群恶臭海盗团实在厉害，不过小心啦，因为下一个对手可是残暴野蛮的化身。这位勇士都跟鱼一起睡觉，没唬你，他是自由港的狂人，利恶族拳道的达人，威猛的凶拳猎人。现在欢迎沙暴猛拳托沙克。虐他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刚刚大补没？没补上。停下！等一下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啊，加一，又加一，多少？哦，我围成九 ，Holy shit！开奖！他真的开到骰子嘞！啊，我们家的吉姆哭了啊！好啊，那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